请宣读第二案。第二案，总统自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规定，提名杨惠清、蔡忠真、谢明阳、吕太郎等四位为司法院大法官咨请同意案，程序委会议拟请会交全院委员会审查。报告事项第二案，现由国民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，重新提出，请问院会有异？好，有异，我们就进行处理，七分钟，并分发表决卡。好，各位委员，有哪一位没有拿到表决卡？好，那么现在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，重新提出进行处理，现由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，现在开始，时间一分钟。表决结果，出席91人，赞成26人，反对65人，弃权0人，赞成者少数不通过。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，下一案。